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7月20号，星期六，农历是6月18。好，明天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那个成道日啊，所以呢大家呢是农历6月19，希望大家多念经多吃素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好。你好，师傅给师傅请安。啊，请讲。师傅能听见吗？请讲，听得见。感恩师傅。1960年老鼠，是个弟子，女的。看一下她的妇科吧，好像查出了一个肿瘤来，然后呢不知道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。哦，靠右面。嗯嗯，对对对对的，是个9厘米的肿瘤。清清楚楚。对的，她这个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？我看一下啊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哇，有点不好哎。哦。啊，有点恶性的，嗯。你赶快叫他许大愿，许大愿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啊，好吧，我现在帮他，我现在帮他求一下，好吧？帮他求一下，你要叫他许个愿，他吃全素了没有啊？吃全素了，是弟子。是弟子是吧？你叫他不要吃鸡蛋了。嗯。嗯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好吧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好的，好吧，你叫他赶快许大愿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目前没有，没有扩散，没有扩散，是蛮大的，嗯、是蛮大的，非常大，嗯、对对对，看见像一个，像一个小鸽子蛋那么大了，要，嗯。嗯，对对对的。听懂了吗？嗯，嗯师傅。嗯，听懂了。师傅，他这个需要开刀吗？医生是让他开刀。要开刀的。嗯。要开刀的。要开刀，你叫他求菩萨，叫他求菩萨保佑了，找个好医生开吧，好吧？嗯，好的好的。他这个有生命危险吗？开刀的话。没有没有，嗯。嗯。死不了，你放心吧。他你讲，赶快把他那个地址正好报给我，看看他莲花掉下来没有。因为莲花掉下来我就不能保证了，嗯。哦哦，嗯。你不知道是吧？你这样特别的，你就打电话到东方电台来，你说台长今天在看图腾的时候特别要的这个号码，好吧？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他这个需要念多少小房子，放生多少呢？70张小房子，嗯。70张小房子放生呢？1500条，第一波。1500。第一波一共的话大概要多少条？第二波要1700条。1700条，嗯，这些就可以了是吧？嗯，他如果没有，嗯，没有这个退转过的话，师傅可以帮他求一下，好吧？嗯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他如果退转过，我就很麻烦，护法神也不一定饶他了。嗯嗯，他这个事情还是不错的，不错的是吧？他这个，嗯。嗯嗯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OK， 师傅，他这个病是怎么引起的？什么因果？他几几年属什么？1960年属老鼠的女的。嗯，那他是这样，你去跟他讲吧，好吧？嗯。第一次的因果是在没结婚之前。嗯。啊，有一次。啊，不好。嗯。这个第二次呢，嗯、就是流产一个孩子。哦，身上还有打胎的孩子是吧？对，还有一个。嗯、第三次、嗯，第三个呢，就是他有一点点吃的东西的爆发，活的海鲜爆发。哦。他总的来讲还算比较干净。嗯。但是这三个液加在一起，他就会爆这个小肿瘤。嗯。哦。师傅，你刚才开的那80多张小房子，包含这个打胎的孩子吗？应该是包含的，嗯，应该包含。包含的，嗯，好的，好吧，师傅，你叫他，嗯，叫他一定要许愿，跟观世音菩萨说的，好吧？就是最好，啊、最好以后就是说，因为以后第一嘛，许个愿嘛，就是说以后吃素不吃鸡蛋了，好吧？哦，这个也要跟菩萨讲是吧？对啊，因为鸡蛋它毕竟、嗯。毕竟来讲，还是虽然孵不出小鸡，它还是有一个生命体的呀。嗯，好吧。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嗯，师傅，你选个名字吧。2018年属狗的女孩有6个，师傅看一下哪个比较合适。属什么呢？2018年属什么？属狗的女孩有6个。属狗的。
一二三四五六，嗯。第一个什么？陈威宁。威是什么威啊？威是一个草字头，一个安徽的徽，宁是凝聚的宁。陈威宁。嗯，这个字蛮好。这个吗？嗯。喂。这个字挺好的。好吧，我听不见你声音了，但是你应该听得到我声音。就是他，你如果要选择的话，就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名字，好吧？其他的都不是太好，好吧？你可以这个电话打不进来的，听不到的话，你可以让师傅再给你看一下，因为你就说电话打到一半没有声音了，好吧？好了，先挂吧，好吧？就第一个陈维宁，好吧？嗯，一定要好好的修。那电话大概没挂掉，挂不进来了。哎，真的是麻烦。哎，只能重启了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你好。啊，赶快抓紧时间。嗯。那个师傅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啊，谢谢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，2004年属猴子的。2004年属猴的是吧？男的啊。2004年属猴的。2004年属猴的。2004年属猴子的。想看什么讲吧？啊，看他的身体，看他的那个身上有没有灵性。有孩子有的，有灵性。啊，就是不愿意跟人家多讲话，啊，喜欢自己一个人玩，啊，喜欢玩手机、玩电脑。对啊，就不接触别人的，听不懂啊，嗯，啊，而且呢，自己呢，这个在房间里呢有一个灵性是靠近他这个在床这里的，嗯，哦，他的学习注意力啊不集中，就是跟灵性有关系啊。你去看看他身上有几个灵性啊？一个，你去看看他房间里有没有一幅画。他的房间里面啊，有没有？你们房间里面有照片、然后以前他有很大一张拍的那个艺术照啊，那个孩子。好了。是我儿子。好了。然后我跟他取下来一张大大的照片，现在呢还有几张就是那种那个相框放在上面的，因为我老公他不大信吧。他不是不大信，他不要取下来，他就那个，他觉得那个没有关系，所以他就一直放在那边的。不行的，框个信框里边有灵性啊。他那个是我房子的。啊，而且这个信框里边有两个镜框都不一样大的，我看到一个大的里边有。对，他有其实有三个相框，有一个我大大的被我收起来了，对，然后还有两个摆在那边的，对，两个都不一样大小的，嗯嗯，好了。然后这个是我房子的吗？还是他身上的？他身上有一个，是他玩游戏机玩来的，房子里有一个、游戏玩那个，房子有进来是你们家进门的时候左边有一个房间里藏了一个灵性，左边我们你说的是进门吗？是吧？对。进门的左面一个房间。我们进门是右手边。左手边再往前走一走。哦，你说转过来进来以后。不是。不是走道。就是走到那个有那个弯左面拐弯的那块那个犄角这个地方。啊，对，他那边。那个地方你们放了一个什么柜子，小柜子。啊。对，这个是壁柜，里面装了很多、很多那些垃圾啊。好了，就是比如说鞋啦，那些什么用品，就在这里边、这个灵性就在这里边。哦，那个灵性他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就是那个家里的。家里的先给他念30张吧，不行的话要加到72张。只有一个对吧？对。哦，先念30张，然后再加72张。对。然后这个孩子的身上的灵性呢，还有多少张小房子？这孩子身上呢，要尽早念69张。69张。好吧。嗯。嗯。然后放生多少？这孩子身上有一个小男孩，还有一个小男孩。
是我打胎的吗？我打胎上一次好像是说砍，对，看走了没有？我看看啊，哦、我看看走了没有啊？嗯，你几几年属什么的啦？78年属马的，师傅上一次说还差36章，然后我练了，不懂走了没有？还要28章，嗯。还要我的吗？还要28章对吧？你念掉嘛，他就身上没了。他现在跑到他，你这里没有了，他现在跑到他身上去了。那就是给他念，我的还要念吗？孩子的，我还要念吗？你不要念，你就给他念吧，他的药经者吧。就我的我儿子的药经者。对，写他名字就好了。哦哦，放生多少啊，师傅？放生多少？放生不多，500条鱼。500条哈。慢慢放。嗯，你看他，啊、哦，你看他念经的质量怎么样啊，师傅？他的大悲咒是7遍，心经7遍，弥陀1遍。你念的是不啦？是你念的不啦？他念的，他自己念的。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他2004年属猴子的。哦，质量有点问题。嗯。质量不好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也是心经念的不好。他的那个大悲咒7遍，心经7遍，弥陀1遍，还有准提神咒是27遍。你告诉他心经念的不好，听不懂啊？心经念的不好，对吧？好了，嗯。嗯，好了好了。然后他的业障比例和那个图腾颜色呢？图腾是白的，业障比例23，业障比例不高。嗯。哦，这个孩子挺听话的，就是学习、嗯、不注意力不集中。我告诉你很听话，你讲话他还是听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能再问了，给人家问。哦，他就在我边上，你跟他讲一下话，加持一下他。师傅，台长好。你是好孩子，对不对啊？要做好事吗？嗯，要啊。你好好读书，对不对啊？好好读书，嗯，好好学佛。菩萨喜欢好孩子的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对。好，菩萨会保佑你的啊。哦，嗯，谢谢谢谢台长。嗯，乖孩子啊，好好念经啊。别人没，别人不会念，你会念的话，你心里一念，心想事成，多好啊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对。好，继续啊，努力。好了，嗯。师傅，我大悲咒念够吗？大悲咒可以，你心经念的不要太快。好的。好吗？心经一遍遍好好念啊，够，经文都够了，嗯，就是不要念太快心经，好吗？嗯。好了。嗯，再见了啊！谢谢，再见。感恩师父，再见。感恩台长，再见。再见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嗯，好孩子。喂，你好。喂喂，师父你好。哎。师父你好，弟子给您请安了，请师父稍等一下。师父你好，请讲吧。请帮我看一下84年的鼠。84年属老鼠的。嗯。想看什么？最近工作发生很大的变动，我想看一下我是不是适合换工作，读教育方面的。啊，你是有劫。是劫。啊，你被一个人搞了。嗯，对对。嗯，这个人盯住你，这个人盯住你了。嗯，是我工作的同事还是因的那些？工作同事啊，跟你有劫。嗯。对，他们犯了很大错，但是在后面因我很也很大。因你很大吗？你跟他上辈子的有冤结啊，你自己平时做人嘛又不会做，小气嘛，小气臭要洗，臭要死的。是错了，师傅。你做人这么做的，你这样做人家不应你啊。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人们不合群，一个女的。是的。有一个女的。我知道了。听不懂啊？听懂了，听懂，我知道是谁。啊，你知道谁了？你怎么样啊？你好好念经啊，化解呀。我要跟他念解节奏吗？念啊，早就应该念了。嗯，好。感恩师傅，那我还这份工作我还能做长久吗？我看一下，几几年属什么？84年的鼠。比较危险，你可能暂时还不能动，你先稳住，嗯，人家怎么应你？嗯，你就忍耐，不出。他走了。他走了。他走了。走掉嘛，你也待不长的。嗯，对，我感觉到了，我是因为最近有点，嗯，都有点抑郁了。嗯，你也已经非常抑郁了，你这个事情，你这个事情受他牵连了，已经。嗯。对对。嗯。
大麻烦，我看你图腾就是被人家一根绳子牵着。对，感觉明显就是做什么都是不顺的，而且心情特别低落。你为什么不许愿呢？许愿什么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吃全素呀？我是吃全素的，都三年多了。啊，你每天吃几个鸡蛋啊？也两个还是两一个或两个最多。不要吃了。啊，今天我们刚跟师兄聊到吃鸡蛋的问题，不要吃，就说我不要吃鸡，我许愿吃不要。那牛奶？牛奶可以啊。牛奶可以，那个面蛋糕啊这些可以吗？蛋糕这个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，只是不能、哦、直接吃一个鸡蛋。嗯，不，我马上许愿不吃鸡蛋，师傅说了一定做到。好吧，因为你这个，因为你现在的业障爆发是从你后脑这里出来的黑气，你被人家、后脑勺就是被人家像杠，像下杠头一样的。好的，明白了吗？早就被人家骂了，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人家早就开始骂你、搞你了。对，骂好久，但是事情发生了，我才知道他们背后阴了我好多事。知道嘛就好了，知道就是说明你这个人事后才知啊，没有智慧啊。对，太直了，我知道。哎呦，直了，别把自己讲得这么美了，直了、就是太不懂事情了，太不知道人情世故了，太小气了，太骄傲了，太看不起别人了。太嫉妒别人了，太贪了，要把自己想成这样才能改变的。我一定想，我反复听师傅说的，一定听师傅的话，好好改变自己。我知道你们再不听师傅话，能听谁的？你告诉我啊！我只听师傅的。好好的改毛病了，谁会这么讲你们呢、讲别人被人家骂的，师傅是无所谓啊，因为你们都是学佛孩子啊，好好修了。我这么讲你，已经在给你加持了。好了。会，我一定会跟着师傅。好了。还有就是。哎呦，我奶奶过世了，但是我一直有梦到她，我还需要帮她吗？因为她过世的时候，师父说观世音菩萨是把她带到玉界天了，但是我经常梦到她。那就是说她经常回来还是有挂碍啊，挂碍继续念，再给她念一遍吧。能帮我看一下她在哪吗？56章叫什么名字啊？甄冬秀，曾经的曾，冬天的冬，秀丽的秀。好、跑到阿修罗了。阿修罗就掉下去了是不是？掉下来一个。是因为挂碍太多是不是？挂碍太多，他放不下两件事情。我感觉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个是一个人，他挂碍一个人放不下、一个年纪比他小很多的。还有一件事情、他老觉得冤枉，死的之前他觉得很冤枉。我奶吃了40多年的素，但是他生病后没有意识的时候，我爸爸帮他吃荤了，我不知道。我这是我为他念了好多礼佛大忏悔，我不知道。不好呀。还要需要念多少？继续念，继续念下去吧，好吧。还继续念哈，快速。最后一个问题，50年的虎，69岁有没有结？50年的虎啊。69岁是否有结？有啊，有结。有结、哪方面要注意哪方面？小房子啊，念小房子呀、念小房子，他念很多。男的女的啦？念很多。他小房子，他一天可以念10多。男的女的？女的，外婆，女的。好，当心啊，他的心脏和肺。心脏和肺是不是？他会喘不过气来，那个结。他会喘不过气。好的。叫他赶紧吃，多吃川贝精啊，多吃那个，多吃那个。复方丹参片。好吧，好了师傅，好了，不能再问了。是不是教育？我想换教育，可以吗？不知道，好好念经吧。晚上叫菩萨托梦给你，托得到最好了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。自私啊，一个人不能太自私的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喂，哎，师傅你好，请您慈悲，帮。我的电话，帮我看一下，就是有一个那个，说你等一下，我问你找不见了。就是您帮忙看一个81年属鸡的女的，她的业障比例是多少？身上有没有灵性？业障比例很低啊，21啊。有没有灵性呢，师傅？有啊，在她的腰上，腰部。要多少张小房子，师傅？第一波念27章，第二波念36章。
哦，放生要多少？放生不多，83条。请看一下他家里的佛台怎么样？哎，家里佛台菩萨不来。哦，那是家里有灵性吗？对，佛台上左面。要的。左面他供的，左面供的、哦、供的菩萨上面有其他灵性上来了。哦，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他家里左面供的是我们的南京菩萨不啦？还有太岁菩萨不啦？师傅，我不清楚。你不清楚，你问他，他不要乱供啊。嗯、他如果加了菩萨的话，其他灵性上去了，我看到。哦哦，好的，好，师傅要多少张小房子超度？36张。好，感恩师傅。还有您帮忙看一个1939年属虎的女的，一个老妈妈，她的左脚脚馒头那个地方不能走路，看一下有没有灵性，多少张小房子？属牛的。39年属老虎的。哦，哎，胯关骨这里就开始不好了，他的骨头太僵硬了。哦，骨头非常不好，关节很不好。对对对，很不好。嗯，有没有灵性啊，师傅？有啊，他杀死过蚂蚁，很多蚂蚁。哦，那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放生多少？叫他念往生咒吧，念大概300遍往生咒。嗯，好吧。小房子呢，师傅？好。小房子49张吧。放生呢，师傅？放生大概800条，慢慢放。好的，好 好，感恩师傅。你叫他，他要吃这些关节好的一些。对啊，你要这关节灵啊，他太贪寒了，他这个腿保暖不够啊。年轻的时候哦，要泡脚。年轻的时候保暖不够啊，明白了吗？哦。他的腿有点风湿性关节炎，风湿性关节炎。嗯。哦。好了。好好，感谢师傅。还有师傅，看个莲花，25190，一个女的。25190，在了，莲花还在。嗯。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没有问题的，他们自己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，谢谢师傅，师傅再见。嗯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